那时候，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应当心，不要在人前行你们的仁义，为叫他们看见。若是这样，你们在天父之前就没有长报了。所以，当你施舍时，不可在你面前吹号，如同假善人在会堂及街市上所行的一样，为受人们的轻赞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长报。当你施舍时，不要叫你左手知道你右手所行的，好使你的施舍隐而不露。你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当你祈祷时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，爱在会堂及十字架头站着祈祷，为显示给人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到了他们的长报。至于你，当你祈祷时，要进入你的内室，关上门，向你在暗中之父祈祷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即使你们进食，不要如同假善人一样面带愁容，因为他们苦丧着脸，是为叫人看出他们进食来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获得了他们的长报。至于你，当你进食时，要用油抹你的头，洗你的脸，不要叫人看出你进食来，但叫你在暗中之父看见。你的父在暗中看见，必要报答你。